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今天要介绍的瑜伽垫是月熊的 6mm 十二折百叶瑜伽垫。这块瑜伽垫的设计选用的是 TPE 的纹络材质，相对于其他的瑜伽垫而言，它是比较止滑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手会滑掉。再来是它可以任意的去折到你需要的大小，支撑在可能是膝盖或者是手心的位置，保护你的关节，以及它是双面纹路的材质，因此它在支撑于地板上面的抓地性也是非常稳定的，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垫子会滑掉或者是跑掉。再来是垫子是可以向内收折的，在使用完成之后，它是往内收进来的，因此使用上会是比较卫生干净的。最后强调的是，它是我们台湾制的，所以品质以及使用上可以非常的安心。那以上是我们 6mm 十二折百叶瑜伽垫的介绍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上官网选购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地面的这个